觉得它颜色做得很漂亮，它是这种透肤网纱，透肤网纱两件套超方便的，然后你其实里面要搭不搭都可以，但我建议搭里面是穿白色小可爱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层的感觉。然后它颜色系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很夏天，然后它就是外面是走这个小背心 SML 都穿得下的一个小背心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小背心分开穿搭，这件很特别，这件我自己有买，然后它其实是两件套，两件套，然后里面我有穿一件白色的小背心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我自己平常就是把外面那一件比如说搭牛仔裤的时候可以穿，那我现在穿着的感觉是比较就是一个奶茶淡淡的人的感觉，你看它就是这样两件是透纱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微公主袖，超可爱的，有点微微蓬的公主袖，然后你也可以拆开来单件穿，然后呢长度也非常刚好，就是大家很喜欢落在屁股一半的长度。然后这一件呢刚刚就是说两件套，把它套在外面其实就可以了，拆开的话就是大概长这样，你平常啊有别的需求，你也可以把里面再换一件奶茶色的背心，然后呢这一件呢你也可以再把它分开穿搭，这 set 你们一定要买。而且我觉得啊这件超凉之外呢，它是做这种微小公主蓬袖，超漂亮的。好，然后呢这个呢我觉得就可以拿来穿搭其他不一样的衣服，所以呢这个 set 总共可以穿三个穿搭，超级厉害的。